你有用啊？这个，你我来讲，但我问个浪费哦，个当着个脸头还无面相。可惜啊，咱无叫警察抓这对奸夫淫妇。这个，我。你这下是哪块丢脱？搁唔小心，问浪费就知影，今日袂在底。七姑，爹，来，我来讲，我拢来底话你，陈志辉要请你，这对高男女哦，两个斗在面前顶。志辉，志辉，你去精神啊，志辉，志辉。小妹，那是你，陈志辉啊。没见没笑，下死下酒，你搞啥子资格？又来玩了咪？你这不熟啊啦！奶奶赶你出去，啊你又找馆长另外一个头家，继续跑电视无啦？不是安尼啦，奶奶，我真正不知影先做，我可能啉酒醉啊，我唔知影先做我伫遮啦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袂听你解释，但这回你小小姑姑讲你要创何物，去采访你啊？结果嘞？我想救狗妹，我想救你熊贤妹。奶奶，不行。贤妹，贤妹，奶奶，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这回是无可能放弃我，你就是不听。你敢坐在这创啥？你只不过害奶奶误会我啦。奶奶。贤妹。你点点啦，杀啦！你听我，我确实不知影先做我的天下。你走开！够走开！你真正是禽兽，袂该笑我话哩！你听我讲。陈志辉，我黄奶奶一世人永无可以原谅你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听我讲，你还真机会解释。奶奶，放手！你卖坑我！奶奶，你卖坑又听你话啦！奶奶。你若是不爱提智慧上好，甲智慧还给我。啊，这边请你较过去，菜头你。上好是你把这个动手术的时阵，连巴肚内底的囡仔做伙提掉。从今以后，你去过你的生活，我甲智慧过着阮快乐的生活。赵永斌，你是好阿妹。奶奶，奶奶，你莫想讲你是管你的千金，智慧就爱你。我甲你讲，不管你的身份是啥物。你永远都无得跟我比，你就是一个苏情女。你想讲智慧是安怎去求你原谅？伊是为着要得到阮爸的支持，你知无？蔡尤敏，你讲我袂使弄啥？敢不是？咱进行做伙的时阵就讲好啊，咱要欺骗阮奶奶。啊，你嘛是为着要得到阮爸的支持，才去求伊原谅啊？你敢不讲不是？你又袂讲？要啥物啊？我你嘴敢袂嘛？我赶快真嘞！我甲刺骨我来拍，唔惊惊，我无叫刺骨的，你真妖精啊！你真妖精啊！你干嘛？你来来来！你错啦！哦，陈志伟啊，你这一对的狗男女的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搁甲卡到你了，你卡到我狗肠到位！来，刺骨！志伟，顶个奶奶已经结束啦。奶奶，
阿公，大事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志公，奶奶，你快回家。奶奶，我不是来看你的。奶奶，好了好了，你别激动，我回到。转天含头去小小报一下平安，啊，出来代志哦，麻烦再处理啦。志辉，就算我伊即摆了落雷雷，嘛已经袂赴啊。即边气骨嘛伫个，伊看咱足清楚的，伊是无可能原谅你的。你就是讲你安尼无点不打实，还是？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会得到雷雷原谅。而且我嘛无可能跟你作伙。好啊，你去聊雷雷，看伊是不是原谅你。陈志辉的，连姚家院嘛在内。陈志辉，到底是要安怎？奶奶，啊你卖激动啦，你放心啦，我试过一定会保护你的啦。我绝对吼袂让一对狗男女约来，佮继续来刺激来伤害你。我陈志辉，做啊侪唔对的代志啊，佮有啥物面来约啦？啊约来是咧讲啥啦？我吼一定亲眼就看到因两个做迄种计较代志啊，好啊才你无看。本来哦，咱应该戴眼罩，你唔知呢，我白见笑。陈志辉，查有咩？我永远不可以原谅你的。这个做得到，袂得原谅伊啊。志哥，志哥，停车！志哥，奶奶，志哥，别管伊，你走在别人停车，你别人停车哦。志哥。奶奶，请求请求停车！你叫我带谁啊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！别问什么，不然你别问。关阳，关阳，小雨，这狗样子，你三小。你是偷山的啊！阿伟，你是谁了嘞？进去啊！良心啊，我一定找会着的。
嘞，你去啊！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对的。这么叫款回去啊，可没说什么代志会发生。没啦，有代志你要别想啊，哦。妹妹，
家，干嘛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唐人就这样，别卖烦恼啦，我照顾过伊哦，没有代志啦，你别后悲伤啊，好。只好就讲要来，那个时阵啊，无看人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正会开。对，拄则电话无人接，啊，最后转去语音信箱，干嘛发生什么代志？好啦，你先别紧张啦，无我甲几个电话去看卖，好。歹势，我去会去耽误着，你咧是毋是去手术房啊？爸，谁呐？三点要动手术啊，到这阵也无看人啦。哪安尼？我开伊的手机讲嘛。免卡啦，恁就伫遐卡几个包拢无人接嘛。吼，试过就卡袂通嘞。哪安尼啦？奶奶，你去倒位？妈，我来指挥啦。指挥，啊，你知奶奶在倒位无？在要动手术安尼。奶奶出代志啊啦！事故的车滑落去海边的悬崖，我即马找袂着奶奶。妈，我来指挥啦。指挥，啊，你知奶奶倒位无？在要动手术安尼。奶奶出代志啊啦！事故的车滑落去海边的悬崖，我即马找袂着奶奶。就位，什么情形啦？我最希望消失的黄奶奶，总算是离开我和智慧的世界。都找无人咧，应该有两个寄出。是，奶奶，奶奶。
千万不能有代志，你千万不能有代志呢。小弟，一点无代志，你还有信心奶奶一点无代志？我在手上等一定有代志，奶奶应该受这一个苦。本来黄阿姨要动手术，但我先叫代志，那就巧。奶奶。七姑，七姑，妹妹，七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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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，你过来啊！结果，经理林尚明，林哥，结果在家，奶奶嘞，奶奶嘞，娘，奶奶咋不看了？奶奶你到位了？妈，奶奶应该嘛在附近啦。奶奶，小菊姐，你先别回去吧，叫人去找七姑啊。我想奶奶，你去找伊啦，好。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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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馆长，这附近已经全部拢找过啊，你找无黄小姐？应该找有啊。我想黄小姐可能跌落海啊。真正好运啊！除了关所在熟人，干呢切伤啊尔，身躯含头部吼，照个讲哦，拢无什么代志，伊等下精神啊。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刘仔，哎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奶奶奶出车祸，阿姨即马老要紧无？都问只七姑啊啦。七姑，七姑，七姑，奶奶人好好交你，你敢不敢无去啊？你紧精神啊！七姑，七姑，七姑！我老听调查在叫我。七姑，你真醒啦！七姑，奶奶嘞，奶奶想做七姑。七姑，哎，调查，紧救嘞，紧救奶奶啦！奶奶想做，你在倒位？我喊到都控制袂了，我咧喊，哎对，我昏倒之前有看奶奶，我对车外。啊！小弟，小弟，小姐。阿
我现场哦，我敢叫你一人尔，无看奶奶啊！七姑，小妹早叫好啊，跟你出去，你别拿奶奶出糗。本少爷还要吃米害啦！七姑，小妹早叫好啊，跟你出去，你别拿奶奶出糗。本少爷还要吃米害啦！你讲啥？这位，谁人又搁跟你有卡电？来，七哥，七哥，你过来，七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得拍单这位，等你换上个字啦。调查你讲啥？这淡水湖做些不啥代志，你又要怎样再坑人家啦？我无，不是安尼啦。志辉，你在那个做什么代志？你在哪里做？妈，你在哪里做？妈，我对不起你。也不过，我家己嘛不知影先做发生这种代志，我不知影先做，我人就伫咧宾馆啊。你哪里做？不做伙啊！你讲啥笑话？我含奶奶亲目睭看到啊，你含要啥物啊？两个刀面层顶。你要吃咩？搁讲啥？搁三不四的代志来刺激你嘞？你要吃咩？只要搞死你啦！我是尤伟，但志伟，你实在有苦你，你就伫遐，我都替你讲话，阿都替你挂保证。咱要分手的时候，我是阿都鼓励你，你即摆用即款的方式回报我心。不是啊，馆长。我跟你分开了后，我就去买酒，然后我坐去车顶，我会记得我有看到尤美啊，也不过后来发生什么代志我都唔知影，我唔知影先做我人会伫宾馆。不错呀，这点无负责的话你嘛讲会出来，你一对狗老鼠，心肝是恶毒的，我唔能离开啊，你先卖放奶奶耍，佮开只店面对，奶奶叫开阿姐，你佮弟兄弟兄佮阿妹吃，你向阳敢悄悄打洞啊？我喊道路向阳旁边过，你再还你阿弟。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啦，我是要甲你走路，我要甲奶奶解释啦。你是安尼啦，我解释你啊。我做不着代志，讲喊一日有个借口，你敢知啊？奶奶是偷给你小姐心头吧？敢你伤害伊？好你啊！哥，你这样，你即马去做，你放手！走啦！你甲我囝放开啦！哦，你这人心肝哪尼恶毒啊？我囝是倒位，你是听你安尼对待伊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再动手哦，我这怎么毛绝对跟你拼！米啦，你敢当志伟做什么代志？志辉甲尤美啊去开房叫伊，阁是安怎？我的心内本来就认定尤美啊是我的媳妇，我当然嘛希望因两个会当做伙啊。白话话啦，你阁敢讲？就是你啦，听讲伊家己安尼讲啦，无哪知哦，伊倒去开房叫。是人嘞，你莫惊人个苦，我奶奶会苦到家嘞。万一若出什么代志，你给我走起来，我奶奶，奶奶，跟奶奶出啥了？我只会离婚啊！安尼就好啊，我安尼做嘛是为着伊好，我拢嘛是为着伊想啊。这小杂货嘞！你们两个到底是跟你混的，你还显摆啊！我就无你家的嘞。妈，我是恁囝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囡仔的，啊，这代志不干，你要趁这个机会，赶紧跟奶奶离婚，啊，去跟尤美结婚，那唔是足好诶。妈，
王明文，到这边小心做 UBA 的管理查检，你真正讲我有蠢啦！厝内底明明就是管理查检新妇啊，你的用心叫后壁挂出去。哼，你抓准你安尼讲哦，我就相信你的话哦。你甲迄只手骨同款，难讲甲白白酒。我甲你讲啦，黄丽丽吼是照你的思想女啦。我甲你讲啦，黄丽丽是我查某囝啦，你要信无？你要跟我苦到无？我娶无上的查某囝，我亲生查某囝。有呀，丽丽敢真正是恁爸的查某囝？是你啦，丽丽啦，丽丽啦，丽丽你倒位啊？丽丽和你海角心事不明，今嘛是在讲啥啦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都是你要爱的结果，敢不是？你听讲，伊甲志辉甲幼美的代志，甲丽丽讲，至今丽丽还是丽丽，安尼你不安尼啊？对无？啊，伊丽丽真正做啥物代志？你老是用酒，你老是用酒，你老是用酒。打电话了，走啦！来，姐姐。就这样，你们小心啦！啊，弟弟，伊个是关长的查某囝哦，伊都是会顾命，伊绝对会放我去，绝对平安无代志啦，你们烦恼啦吼。宝祥，是的啦，这就歹势，我真正不知道代志会变到安尼，是的啦。别发昏啊，这无人要听你连笑话啦。你嘛真糊涂嘞，明明知影娶丽丽哦去宾馆，看到陈志伟娶伊去做伙，一定袂堪的嘛，搁要娶伊去，你是真正样是？我若无想着，我敢想着要替你出气呢啊！我想改死，我改死。陈志伟，本来丽丽是今仔日下晡要动手术，伊的目睭真紧就会当复原，结果让你母一个变安尼，我永远都袂原谅你。馆长，告诉讲，丽丽有啥反应？我嘛永远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妈，我改死，我对不起你。想要靠我自细汉靠我大汉的人，安尼也无良心。应该袂得得原谅你对你的身躯病，我爱叫奶奶跟你离婚都袂发生这款代志，我拢是妈妈的。就这样。太小心了，丽丽现在没代志了。是我查某囝甲丽丽害到安尼，我实在太对不起周丽甲丽丽啦。周丽，拜托，我相信丽丽一定没代志，你先等下找伊带消息。尤惠，你先带恁招弟也回去，我等下去看有没有回来无。
你可不得急啊，拜拜，注意。我来讲哦，你想是保庇奶奶无代志，啊那无，恁两个啊都有代志啊。不走啊！妈，你明明知影我甲蔡优美是无可能做伙，嘛袂用做伙。你是安怎会替伊伤害我甲奶奶？即马奶奶难找无，你有满意哦？啊！恁家即马啥物拢无啊！你有欢喜啊？吼！志辉，我嘛真正是为着你好，我真正毋是条故意的啦，我。奶奶消息啊，哼，哪里上好？以后就无人阁教我唱智慧，嘛以后拢无人会当阁来搅乱阮的厝呀。一切总算是天下太平啦，阮一家人嘛总算是会当平静过日子。你哪会来？你哪这戆啊？这句叫我叫真是啊，你知影？你讲啥？这句讲的是毋是真实？你老实讲，你搁敢等指挥在高高田去宾馆开房间，然后搁咧刺激奶奶，搁开车去弄刺激奶奶，才还跑咧刷票是安尼吗？你哪会想到一错再错啦？尤美啊，亚芳讲的是真实的，你去惹代志啊！妈，你听我讲，你有啥物通好讲的？这句已经讲啊清清楚楚啊！尤美，奶奶到即摆还找无，你知影？你上好是爱天公伯保庇平安无代志，啊，若无你真正就罪过啊！尤美啊，你哪拢歹听话啦？你来叫妈妈是要安怎？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一定要保护我。那是高阳红跟七高阳白讲，伊母乱歪啦。等你。代志母到安尼，你搁敢讲这个话？是安怎？我跟你讲，你拢无咧甲我听。你安尼是非不分的哈？你有关智慧无读的，搁跳过去刺激奶奶，第二遍啊啦！你是安怎？要甲别甲伊起笑，但即摆好，伊予你刺激着，发生意外咧找无人，你看伊啊，我看你下暗来咧喊面哦，你都会笑啊啦。吴兄弟，你点点，我即摆咧教是我查某囝，你莫甲插。就算讲你即摆是二等夫人，嘛是同款，即我家内事你免甲插啦。蔡优美。做人较有天良的啦！你明明都伫陈志伟车顶，你是安怎无爱倒找人？你换日做你走，你唔知救人上重要是？还是你认为讲，奶奶若发生啥物意外，就无人甲你相救陈志伟啊？我无救志伟，一开始是奶奶甲志伟赶出门的，你嘛有看到啊？爸，你嘛是去让奶奶赶出门的，敢毋是？啊，迄是因为奶奶袂使指挥，指挥足艰苦的，所以恁奶奶讲是我有怪指挥的。你还敢讲这种话？你上心，我先不要你啊！你妈，你先来，你来。玉萍，做唔到代志，你回心内就好啊。
伊袂认着啦，伊来真早就认啦啦。哇，何雄兄，拜托你莫阁讲啊啦，你莫气歹身体啦。我蔡无雄失败啦，我彻底失败啦。你莫安尼来坐咧啦。弟弟，万一你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，爸爸哪会对得起你？我是要安怎甲招弟仔交代啦？酒，过去我饮饮无死啊！你是要找蔡有美呢？是要甲伊开房间？你敢会自家做人红仔？敢会自家做囡仔老爸啊？哈！也靠你啦，李云啊！你咧欺负奶奶时阵，毋是真红色？即嘛咧，伊知影伊是管你个千金嘛吼？心肝老真爱你话好，你应该真欢喜啊！你应该放炮啊！还甲蔡有美带进门啊！我要哪会知影？弟弟是管长的千金啦！啊，志辉伊早就知影，啊，伊也无先甲我讲啊！啊，即马代志不干呢，伊嘛毋是我愿意。